啦，最后入闸大外档钻石神星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六场赛事，四班六五零，大热系四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唔系好出闸嗰只系军炮嚟嘅，前面快噶嘛，埋边位置系心中有你啦，咁啊中间喜悦明区啦，外边美丽天使亦都系喳喳声走上去，中间第四位红衫嗰只咧仲系月木星光啦，内栏第五位粉红衫啊多多啦，中间咧咁啊黄衫浅蓝魔啊福善啦，出边走紧三搭就力王嚟噶，再后边嗰几匹马尾三位置咁啊有呢只如沐春风啊拍住呢只特醒啦，再后边钻石神圣响尾二啊，咁啊暂时大舵后咧就系唔系好出闸嗰只咧就军炮。好啦，咁啊转呢个满贯弯啦，前面带头系美丽天使啊，咁啊跟住第二位心中有你啊，咁啊再喺外边嘅第三位咧就系月木星光啦，第四位喜悦明区，内栏第五系多多啦，响出边咧就系嗰只力王啊，走紧三搭啊，俾人顶咗出去噶，内栏位置嘅马匹啦，仲有如沐春风嘅粉红衫，中间系福善啊，尾三位置系特醒啦，尾二钻石神圣，包咗落尾嘅马仍然系嗰只军炮嚟噶，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前面带头嘅马仲系美丽天使啦，第二位系月木星光啦，咁啊见到第三位内栏心中有你啦，外边力王就三搭走咗上去啊，中间喜悦明区啊第五，内栏第六粉红衫多多，出边红衫和帽走咗上去咧，仲有只特醒啊，再后边嘅马福善啦，尾三位置有呢只钻石神圣啊，尾二咧内栏粉红衫啊如沐春风，包尾嗰只咧就军炮啊，好啦，正正入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马就系呢只月木星光啊，埋边美丽天使啊，咁再见到外边追紧上嚟嘅马有特醒啊，入边多多亦都追紧啦。馬林中間上少少咧，仲見到力王嗰啲馬，最後一百米月木星光佔先，但係多多幾個箭步埋面已經追咗上嚟，接近終點多多贏啊！跑第二名月木星光啊，第三名咧外邊追嗰只福善啊，咁啊至於第四名嘅馬咧，咁啊特醒啦，咁啊仲有隻月木星光呢只咧喜悦明區都係接近噶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咁啊呢只多多生啊馬都仲係好生啊，都贏啊，跑第二名嘅馬月木星光，咁啊第三名咧。外面追上嚟就福善，咁啊第四名噶嘛，应该系特醒机会高啊。石油多多望雷拉19蚊，第二取胜啊，跑第二名咧三个月木星光田泰安，第三名啊外面六号福善啊薛恩，第四名咧五号特醒希威森。我真系热 Q 啊！系喎，原来最后阶段系大热 Q 啊，四搭三。冇乜马选择呢组咯。同頭先嘅咗一四八六五零一樣，好啦，咁啊莫雷拉贏曬兩組四八六五零嘅話，一炮成名啦。頭先呢只多多。半个马位，最后啊，一路涉咗去内栏。好啦，一齐睇下啲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系四号嘅多多，独赢派19蚊，位置派11蚊。跑第二名系三号嘅月木星光，位置派25.5。跑第三名系六号嘅福善，位置派30蚊。跑第四名系五号嘅特醒，连赢三搭四派75蚊。三重彩四号、三号、六号顺序派945蚊，单贴派296蚊。位置 Q 三搭四派32.5，四搭六派47.5，三搭六派152.5。旁边咧就有蔡嘅两位副练马师，顺理成章啊！呢个多多啊，即系条件最足够系佢啊！起步两只马都轮尽，分别就力王撞一撞啦，另外军炮咧直情系慢咗成五六个马位嘅。咁啊，前边咧步速都比较慢啲啊。咁啊，但系田泰安嗰只如沐星光咧，佢都斗到实嘅喎，都冇打算用翻佢以前自己快放嗰招嘅。咁啊，结果美丽天使啊快过佢啦，入边啊心中有你，中间第三先至系如沐星光嘅。咁啊，中档位置见到咧就系喜悦明区啦，走外搭咧就力王嘅。咁啊，内栏见到就福善喎，今日都守住个中游位置啊。贴栏位置就系多多啦，都守住个食虎位。咁啊，包尾嗰四只特醒啦、如沐春风、钻石神圣，同埋出闸慢咗好多嘅嗰只军炮。咪依场步速都几慢噶，咪三段夹埋咧都慢足一秒嘅。咪嗰只心中有你，咪本来慢步速黄金包厢位系赚嘅，咪但系你见到沿途系咁同住马斗口人马角力，咪真系冇得赚，不得知仲要跑唔出水准添啊！因为都真系嗱都好辛苦嘅。咪依场跑得麻麻地就都唔系好做得准嘅。咁啊，月木星光都又系啊，留到有啲拜神噶，冇再落山啦，佢就送翻俾佢走。
亦都早發力佔咗啲先機啦。馬莫雷拉咧其實就少少食咗啲步出形勢嘅，咁啊依家仲數落第三陣啊，好在就一路接欄黑，咁啊同埋入到直路冇開咧就前面嗰隊都散開咗噶，都唔使點揾位之後咧都好快穿咗出嚟嘅。咁啊步出一慢啦，掟出大浪追咧就冇乜優勢噶，咁啊啲鑽石神星啊仲要咁厚添，咁啊難啦。咁啊開片都有啲馬追得唔錯嘅。中間喜悦名區啊、特勝啊，咁啊就啲伏線啦。咁啊三隻食咗萬步出之後，都叫做追得幾好噶，都可以傳記嘅。分段時間頭段28:44，第二段24:59，第三段24:37，末段23:37。賽前程時間1:40.77。